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嘎。今天的目的地是石门山。好，现在出发喽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多。今天来回大概4.5公里，我预计大概2个多小时吧。我比较喜欢走这种土石路，比较有趣，不会像走阶梯一样，感觉又走不完了。现在是中午12点多，太阳正大。今天步道有点湿滑，这条路平时一定很湿滑。你看有人做这个纸滑的，还有树上有钉防撞的纸滑板，可以当阶梯上去。走这条步道要穿抓地力好一点的鞋子啊，不然就是要带登山杖。从小出坑古道上来了，现在往石门山。从石门山福德祠再接，就回到原始山径。前面有路障，所以应该是走另外一条。石门山三角点到了，我走了2.6公里，花了1个小时到达这里。好了哦，休息5分钟了。现在要下山了。有两条路，右边这一条有标示到小出坑古道，走这条。地面有一点湿滑，走的时候真的要放慢脚步，而且落脚点要注意。下山很不好走，的位置是这里啊。因为刚才来的时候小出坑古道非常湿滑，所以我不打算走原路回去，我改走往台山线的方向。前面是出口了，这边出来是南端的路口，到这边是3.4公里，我花了1个小时28分钟，从南端路口出来这一段就是柏油路了。现在走的这条柏油路是人和道路，因为是下坡，所以走起来不累。我回到我的出发点，总共走了5.6公里，花了1个小时52分钟。最后面那段柏油路我走了2.2公里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